我喜欢十年了。报告，哇，我这么优秀的吗？我操，对我很优秀。你能跟我在一起吗？虽然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能不能不要拒绝？我拒绝，因为我喜欢男的。真的喜欢男的，我喜欢伪娘，我觉得女孩子一点意思都没有。 盘点吾辈楷模系列，小哥哥，可不可以帮我拧一下瓶盖啊？我拧不开，谢谢。谢谢。学会了吗？你们这些女生啊，生气的时候天灵盖都拧，现在学会拧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物业说你捡了个包，我来看看是不是我的。是这个吗？ 对，就是这个，谢谢。哎，是的就行。怎么是五百了？我的包里有一千呢。我不知道，我可没拿。不是你拿的，是你拿的？啊？你确定你包里有一千？确定啊。那这个包不是你的，你再下去找找你的包了啊。你该去问物业吧，问问物业也行。可以聊一点敏感的话题吗？啊，太棒了，我就好这口。 你目前对叙利亚局势怎么看待的？不知道可不可以要个电话？是我找你的，还是你们找我？ 你二百块钱、啊？你给我拿200块钱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啊？真不是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他妈想拿回来。挑战给女朋友闺蜜夹菜。必杀时刻。来吃个草莓，哎呀。 你那个，你让，你让爱家多吃点儿，那爱家多瘦啊！你咋不让我多吃点呢？你多吃啥？你那胖啥样的那下巴害吃！你滚！我吃。爱家多吃点啊，吃完再给你点啊，好吧？哎呦我操！把你那个闺蜜介绍给硕硕吧。哪个闺蜜啊？就是思思，那个小富婆。 说人家算多少钱？10多万吧。合适吗？是一个圈子吗？我闺蜜啊，一年光养狗花20多万。那狗有对象了吗？哎，今天上哥们家找他玩。你找谁呀？这位妹子，你的胸长哪去了？嗯。滚！ 哎，下班，今天起，我操，哪个小孩他？看什么看？没看我美女啊？炸！日的西山黑聊天，关山城门，上着双砖，那么是家道，有酒有。